大家好，这一箱是好吃的小龙虾尾，有三斤哦。很多朋友问我们自己养殖的小龙虾现在怎么样了？今年应该是说抓不到小龙虾，田大，然后当初放的小龙虾比较少，然后现在也不好抓到，然后我们应该是明年看看吧，可能明年有口福了。这个是铁味十三鲜了，哇，这个冰袋好大。这是煮好了吗？它要煮。三斤就这么些吗？看起来好像很轻哎。加冰袋。加冰袋三斤。应该不能这样子吧？这样。看起来好像还挺好的哦。它虾头去掉了吗？它这个应该是有先煮过了，我们再炒一下就可以了。个头还是挺大了，这样子看还是挺多了。好了，我们准备去煮小龙虾了。三斤一餐煮，我是觉得它这个味道比较腥啊，但是它价格跟街上的比便宜很多。生姜、蒜头，然后葱，油，这是麻辣十三鲜，又麻又辣哈。今天煮小龙虾，特意准备了两罐啤酒。你又煮啥？煮小龙虾。今天煮小龙虾。什么？小龙虾。我还加酒啊。新买了一把刀，说切土豆、胡萝卜、黄瓜很好看的，今天试一下。妈妈，就这样。我要切薄一点。切薄一点啊？好。我感觉切薄一点更好看一点。好。切点薄一点好看啊，大家觉得没好看？感觉更薄一点更好。你外套要不要穿起来哦？需要帮你切啊？不用，我切吧。妈妈，好，你买的这个还挺好用的哦。挺好用的。你是觉得切出来的菜比较好是不是？你切个胡萝卜。今天家里面没胡萝卜，就是土豆。好，那你以后买胡萝卜的时候用这个切。然后你就很爱吃胡萝卜，是不是？我试一下，可不可以切成像土豆的呀？
切得到吗？还是慢慢来吧。好，下次切胡萝卜的时候叫我切。好。胡萝卜一会儿可白的，像薯片嘞。妈妈，你要什么？小龙虾花了是119，其实这样一算跟街上的价格差不多，我刚还以为便宜，然后三斤出一大盘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还真的，这有大油虾，还呀，这个我一口都吃完。小龙虾我一口都吃了。